预防疾病传播，必须保持环境卫生，妥善保养排水渠管，确保去水渠的 U 型隔气弯管有足够的水，每星期一次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所有排水口，还要定期检查渠管，如果发现去水管有漏水或者淤塞，或者排水口发出臭味，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，要即刻找合资格技工维修，上 chp.gov.hk 了解多一点。